姐妹们，今天不开磨皮，不开瘦脸，给大家录一期视频，大家轻点喷哈，然后大家看一下，没有磨皮，没有瘦脸，我手里边拿的是完美思抗2.0，然后我真的毫不夸张的说，姐妹们，如果是说你家里边护肤品用的是2000块钱以上的套盒，那你就有接着用家里边的。如果您家里边的护肤品套盒用的是2000块钱以下的，真的可以试一试完美思抗。思抗大家一听都知道它是抗老的，对不对？一个品牌21年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抗老，那就是完美。完美的线下销量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完美这个品牌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它的研发教授是谁，然后就能感觉出来。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啊，它是进口 LV 成分的，这个的情况下都是可以讲出来的。而且完美做抗老、做眼霜、做上市了，姐妹们。四抗，首先我们说一下它是哪四抗，因为在市面上我们经常看到单抗跟双抗，对不对？单抗跟双抗的话，它都是抗氧跟抗糖。众所周知，氧化是真的会让皮肤老得快，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毛孔都会出油出汗，对不对？出油出汗之后，跟空气里边的氧气一接触，发生氧化反应，氧化完之后就会氧化一脸的角质。如果你不抗氧的情况下，角质层越堆积，皮肤就会越黄越黑越干，就是补水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点，抗氧。第二点呢，就是 K 糖。抗糖的情况下，大家这样联想一个画面：如果咱妈去买一块五花肉去做红烧肉的话，五花肉是白色，对不对？肉色。但是你想做成红烧肉上色的情况下，是不是往里边加糖？糖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又干又黄又有纹。不光是我们皮肤需要抗糖，我们整个人的身体都需要抗糖。这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双抗，还有单抗。然后我们完美四抗多了哪两抗呢？多了 K 热跟 K 光，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的老化20%是来自于自然老化，80%都来自于光老化。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铺天盖地的护肤品品牌都说必须要防晒，必须要防晒，就是这一点。因为太阳光紫外线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照的啊，姐妹们，脸上的斑点怎么来的？太阳光照射占80%，它可以把你的皮肤照出斑点。它可以把我们的皮肤照伤，把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照得越来越薄，姐妹们，这就是光老。所以说，抗光老到底有多重要？大家脑子里边想一想。然后第四点，抗热老。抗热老就是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这个原理，对不对？当我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的皮下组织里面都是液体，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守着我们的炒菜锅的时候，温度是不是会高？温度是高吧？温度会高吧？然后，当我们拿着菜做好菜了，端出去，端到客厅的时候，温度是不是低了？这个时候它会不会有热胀冷缩？或者是说，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姐妹们，当我们洗澡打开浴霸，然后在浴室里面去洗个澡，那个时候温度是不是高的？然后出了客厅，出了浴室，到了客厅，到了卧室，温度是不是低了？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空调房里边待着，夏天我们就不出门了吗？我们一出门，外面的温度跟屋室内的温度是不是要差10度至少？冬天的时候，我们在暖气房里面待着，出了门之后是不是冰天雪地了？冰火两重天，姐妹们，这个时候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就像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脸就像吹气球一样，一松一紧，一松一紧，这个时候纹路就出来了。一松一紧，一松一紧，想想那个气球，是不是纹路就出来了？这就是完美四抗的四抗。然后再说一下，我们什么样的肤质可以用？干性皮肤、油性皮肤、混油性皮肤、敏感性皮肤、角质层薄的、有红血丝的、怀宝宝期间、18岁以上所有人群都能用。为什么？因为完美他们家几乎里面全部都是原材料，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他敢说孕妈妈可用。我再说一下完美思抗的质地、肤感，对于我们来说，它效果再好，但是抹上去肤感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想用，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管是哪个品牌，它只要做抗老，它用到手。
手上用到脸上都会有一点黏黏腻腻的感觉，但是完美思康它完全不会。姐妹们，用过的姐妹，只要您按时清洁按时护肤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完美思康它真的好吸收。我们的完美思康涂在我们脸上之后啊，它不光是我们的毛孔自主去吸收，它还有自己独家的一个渗透技术，这个时候它是完全可以利用渗透技术把我们的护肤品的营养成分往里边压的，姐妹们，压的我们整个皮肤都好吸收。干性皮肤想补水用思康，油性皮肤想控油用思康，毛孔比较大的姐妹想要收缩毛孔用思康加思康面膜，想要提亮肤色的，觉得自己皮肤暗沉的一块一块就是暗沉比较黄的有小黑黑的用思康加思康面膜。如果你的皮肤敏感性特别强，就是容易那个脸都属于烂脸都属于痤疮的那种，就用思康搭配小金针。但是如果是说你只是普通的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要细腻小细纹提拉紧致的情况下，用思康搭配思康面膜。姐妹们，二岗他媳妇儿小超他媳妇儿，他们的皮肤是我当时用思康的时候选了两个人，他们俩的皮肤真的就是有太多太多的改善，特别是欣欣的皮肤从大油痘肌变成了现在比较细滑的皮肤。也有很多人说，哎，那他是结婚之后没有痘了或者怎么怎么着了。姐妹们，认识欣欣的人都知道，他在结婚之前老早用了大概一两套思康的时候，他的皮肤都已经变得特别好了，他都连续用五套思康了，他只是到现在为止他不舍得换任何护肤品套盒给他换，他都不愿意换，他现在一直坚持用思康。楠楠的皮肤是干皮有斑，但现在为止姐妹经常看他视频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的皮肤有变化，对不对？